是小蜜蜂这周都会递出去的话团队，那这是他本来的表单，然后我们现在 create 了一个新的，就我们帮他定义了目前他们可以选的一些填的资料栏位，那重点是的县市的路段名，还有我们希望是可以就是说他的起始号码，就是这个例如说我是服务几段几号，那例如说1号到100号这段已经被覆盖，那已经被覆盖之后这个资料就会被丢到的缝里面啊，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定义的资料结构，然后因为这两边还没有接起来，不过是之后就是现在视觉化部分已经完成了，就是如果是你输入了模段到模段，那我们就会在地图上面画出来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块红色线，就是我们有初步的视觉化就可以把路段正面画画线，那不过目前表单输入进去的地址还没有接到那个地图上面，那这是之后会完成的部分，那专案后续的发展还很需要大家就是跳坑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加入，那我们的 HappyPad 就有放在专案列表上面，谢谢大家。